也将在明天举办全国党代表大会，主题定调护台湾保民主拼未来重返执政。历任党主席除了连战之外，剩下的都会出席。外界也很关心副主席的人选，因为将由朱立伦来亲自宣布。目前也传出是前智库副董座连胜文以及现任嘉义市长黄敏惠都是可能能人选，但是党内现在对连胜文担任副主席仍出现杂音。全代会30号登场，这次主题保民主拼未来，尤其重返执政大大字样，凸显蓝营决心。历任党主席除了连战无法参加外，马英九、吴伯雄、江启臣等都会出席。建全代会首度以视讯方式来进行，主场地是党中央，而其他县市党部则是以视讯方式来参与。在9点朱立伦正式宣布完就职之后，10点呢就是大家关注的副主席任命案。迟迟没公布的国民党副主席人选传出，就是选前选后都很努力帮忙朱立伦的连胜文，希望借重连家两岸人脉，重启与对岸的沟通管道。此外还有黄敏惠，他曾在上一届朱立伦任内当过副主席，还代理过主席，经验非常丰富。过去其实在国民党内其实也付出了非常多，不管是辅选或者是参选，那他在党内年轻的系统里面也耕耘了很久，没有一个人是能够获得所有人的爱护跟支持，我想有杂音也是意料之中。党内对连胜文担任副主席似乎仍有杂音，党中央也对这份人事保密到家，朱立伦必须安内攘外，接下来力拼公投四箭齐发。有赵少康先生演那个鱿鱼游戏里面的男主角哈，456，诡异娃娃就是游淑慧，揭开我们的10月31号的凯道万圣节。从上任以来，朱立伦人事任命，即使有杂音，始终走自己的路。成功罢免3Q 后，还有好多关要走。记者陈永阳问好，台北报道。